今天穿得很不一样哦。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啊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哎，老大老大，走走走走，加油加油！谢谢谢谢。走。老大，老大。对，我们今天要买开心。你要送吗？不要买错了，我们今天要买开心。哪一个是总统今天穿的颜色？你要这个。好，谢谢你。哦，好精致哦，我以为就是把三束扎在一起。星星，你要不要写卡片给妈妈？我知道你爸爸跟我讲你现在还不会写字，我来帮你写好了。你告诉我你要写什么，我帮你写。总统帮你写哦。我想要写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哦，好，那我要写妈妈。总统的卡片很大张，字要写得很大，是不是？你说母亲节快乐五个大字这样。好，你要写什么？妈妈，我爱你。嗯，好。哦，他说妈妈我爱你，我要抱你一下，亲他一下。你画了一个是锤子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一个火箭被钉在石头上面。哦，火箭被钉在石头上面。妈妈生气的时候是像火箭吗？嗯。然后我像那个石头被钉在上面。姐姐，你的卡片做的差不多了吗？因为妈妈刚刚跟我说，她已经快要到这边了，所以我要去带她。总统交给你哦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这里很多人保护她。这是什么？这鞋子啊。这是鞋子。那这一坨呢？一个大便。哎、欸，我这样看不到。OK， 往前推。好了，看不到。好，再往前。OK。手拿下来。什么惊喜？一二三。你要送给我的吗？谢谢。还有花，这什么花？啊，不知道是什么花。康乃馨，谢谢。哦，哎呦，这怎么会有总统？对呀、啊，总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母亲节快乐。我们一起去买康乃馨。哦，谢谢。哇，这个是总统写的吗？对，我替他写的，不过画是他的画。我要把它收起来。你好棒啊，好感人哦。他在旁边画了什么？其实我看不太懂。就是火箭。就是火箭吗？都是火箭。都是火箭。火箭在石头上，他还画了一把剑。你的女儿好像我真的很蛮适合去从军的。你很好。请问你们的家庭教育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保卫国家通常都是伟大，都是女性。我们家里面也是妈妈在保护这个家。既然总统今天都在这边了，我就代表所有的那个妈妈发声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像我们现在就是七八年级的父母啊，养小孩养家其实是负担很重、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。加上现在其实保姆，好的保姆又不太好找，很多时候就必须要，比如说一个人放弃他的工作，可是这样的话就会又少一份收入。养儿育女确实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哦。生了才知道这么大。不过你也很勇敢，你生了两个。据说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，这是国安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托婴的补助，也有育儿的补助嘛，哈。如果说你上的是公立幼儿，可是抽签很。幼儿园真的好难抽，我一个朋友他抽第一次抽，然后就抽到被取58，公立的是确实不够，所以我们现在发展一个叫准公共化系统，某一种程度比照公立的托儿所的收费了哈。目标是2024年哦，70%的幼儿园都可以加入这个我们所谓的评价系统。哦，太棒了。Okay. 70%的话算是蛮多的。70%蛮高的。对。为了让年轻的爸爸妈妈能愿意生愿意养哦。我们花多大的力气都愿意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国安问题，真的是真的是，我们必须把国家的财政整理好，让国家的财政不要出现有地雷，那我们就有财政的空间来照顾我们的年轻人，我们的小朋友，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决心，也是一个责任感嘛。今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对爸妈会减轻负担的一些？哦，有有，我们还有减税啊，你压力会减轻。对，我们今年刚报完税，我们刚报完税，你感觉怎么样呢？发现就是还被退税，觉得蛮感谢的。对，我也曾经被退税过，那当下的感动是真的很强的。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总工时可以持续的降低了。其实我们真的绞尽脑汁想尽办法，就是要。
要让年轻人的压力降低，能够在他的人生的第一段能够走得比较轻松一点。今天非常感谢鸟妈、娃爸，还有星星，还有光光，要趁这个机会呢，跟所有台湾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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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肚子饿啦，嗯，好，生理需求需要被满足。像我上次看到你带着这两个一起出来拍片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妈妈好神勇哦。而且她满月的时候就跟总统见过一次面，然后现在两个月又跟总统见了一次面，觉得她好荣幸。不是，是我荣幸，这是我最常看的一个小孩。跟大家打声招呼，光光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请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。